北京时间9月16日凌晨2点30分，意甲联赛第四轮一场比赛， AC 米兰做客挑战卡利亚里。上半场若奥佩德罗首开纪录，一边再战一瓜一扳平比分，全场战罢。卡利亚里一 AC 米兰。比赛亮点，首球伊瓜因打进加盟米兰以来正式比赛首球。可惜若奥佩德罗连续两个赛季攻破 AC 米兰球门，精彩回放第一分钟沃拉达里奇禁区外远射高出球门，第四分钟派过来地接队友长传后打门，被唐纳鲁马扑了一下打在立柱上，若奥佩德罗跟进补射破门，卡利亚里10 AC 米兰。第11分钟米兰队员在卡利亚里禁区前沿接连传递，恰尔汉奥卢小角度推射打在边网上。第15分钟阿尔罗挑球过人后凌空抽射被克拉诺扑出。第16分钟巴雷拉远射打在了立柱上。第24分钟索索边路连续过人后打门被门将没收。第27分钟卡拉布里亚传中博纳文图拉门前垫射高出。第49分钟苏索内接吊门稍稍偏出。第57分钟伊瓜伊利用卡利亚里后防线的失误踏过守门员，打进加盟 AC 米兰以来意甲首球，卡利亚里一 AC 米兰。第63分钟苏索内接打门稍稍偏出。第91分钟苏索内接打门被克拉诺飞身扑出。第93分钟拉克索尔特将球扫到门前，伊瓜因头球攻门滑门而过。出场阵容 AC 米兰 99 唐纳鲁马 2 卡拉布里亚 22 穆萨基奥 13 罗马尼奥利 68 里卡多罗德里格斯 85 93 拉克索尔特 79 凯西 21 比格里亚 5 伯纳文图拉 66 14 巴卡约克 8 索索 9 伊瓜因10恰尔汉奥卢73七卡斯蒂略过卡利亚里28克拉洛20潘多因15克拉万56罗马尼亚33斯特纳18巴雷拉6布拉达里奇29卡斯特罗84斯德塞纳10若奥佩德罗6425萨乌30帕沃莱蒂17巴里亚斯52 21利尼查